站，把这东西撒满。哦，撒满，这儿摆着那，那满了，那满了，地方全站满了。因为这儿还有个大学生的一个跑酷俱乐部，也老在玩。我跟那问一下，我说你们周跑酷，他们也跑。呀，哎呀，他们会带回来一只。有一黑吗？实际住就不是这种。他这个适合啥？适合留到这儿。那年，从。 辫子狗呢？辫子狗你知道不？你知道，你知道。辫子狗在辫子狗那儿念个够凶，念7000起，最后念着在。哈头镇小路就我对半路坡。我跟够凶死完，够凶把我海都拖叫去。哈喽，哈喽，哈喽。我还想着木头上没位置了，来来来来，可以，妹子，行，我来了，来了还行。妹子，笑玉哥一个人，一个老汉。玩吧。 要是带出来，自己拉就行。包就房子，哎呀，也是可以，我这个。那真爽。你不比，你要在这儿。哦，都行，可以。嗯，好多啊，我还有刀。背包可以啊，熊包。 嗯，可以把熊猫了，你直接发我一个，就太阳雪嘛，日的雪。嗯，感觉跟那个部队有特种部队用的挺像的。对，因为它前面放子弹呀、指南针呀，对，还要放对讲机之类的。嗯，很专业。但是你来的是腐败，腐败露营。因为其实户外熊猫特别的好用，因为拿啥东西特别方便。其实我最重要是为了拿卫生纸。 啊，就装的卫生纸，还装啥的？卫生纸，这个是防蚊喷雾，这个是止痒的，这个是锁个的小钳子，这个是充电宝，都带了。这个是防空打火机，这是个是哎呀，普通打火机。那你把你淘宝名字也说。这个是不机胶带，这个是那个普通你是不是卖这的？不是，你是不是？这还有一个指南针和温度计，然后里面还有块磨刀石。那不是出来就说要戴安全套吗？里面还有块磨刀石，这磨刀石是吧？条形的。 那个金钟的，哦，你这套东西基本丢到山里头也就死了，还行。你们去西四沟路过？西四沟？嗯，是我的头灯，和我的备用电池。哦，电池还蛮多的。对，还都喜欢带配套电池。然后这个是那个 UCO 的小手电是吧？ UCO 的它可以当那个露营灯，也可以当手电。 那品牌蛮多的，这个是。我今天上山之前去买了一个那个美棒，然后我在想，你们特玩的特别专业的人是拿打火机点还是拿那个点？我这个问题反思了好久，后来感觉打火机啊，那个好费事儿。当然是打火机，Armbit 3，不对，Armbit， 哎，谁知道巅峰写的？啊，这有啥用？就是这个是时间，然后这个是当天走的步数，然后这个是星期，然后这个是秒数，然后再调这个是气压的走势线，现在是在降低中。 哦，这个就是它气压。气压是吧？对对对，气压是联网的还是这个？不是，表自己带的。然后它还有日落时间，还有日出时间。哦，然后还有就是现在海拔高度。你要慢。啊，可以。然后这个是指南针。然后它还有一些，比如说有一些，我怕我定不来啊，我不想弯腰。运动的，比如说倒计时、秒表，还有。专业。 锻炼，比如说，这个做跑步、智能手表、骑行、按路线跑、游泳、游泳之类的。这种去肯定要比那个效率高的。户外相对好用一点。嗯，用它能用多久？充一次电一个月。充一次电待机一个月，就是这么多。 这种大的，这种大的，我看抱的都是有十几个。那先，那搞点泥去，咱再栽一盆。啊，你这手艺可以，一看就是浇花机是吧？祖传浇花机，您是不是有点不够？那待会儿都不一定能熟。这多少斤？7斤。哎呀，先弄点干草，就跟垒房子一样，加筋嘛。 难做，没办法，沙土呀，鸡没味儿啊，鸡没味儿，鸡是，我只要底下炭火，底下那点柴够了，这俩，阿婆该放鸡了，哎，这反过来，反过来吧，可以，哎呦喂，你俩掉了，这边开了，是吧？没事。
就啊，也是哦。这是航空机啊！我天哪，还喝的是煤油。不残火是吧？残火就把它劈开。啊。不会流。对。群主要是说大家统一吃，我就不折腾那么多事儿。那群主说自己准备自己吃的，我在想，刚开始我就带两桶泡面，后来我想，难得第一次来一趟，我吃好一点吧。很麻烦加你们，首先先在闲鱼搜到你们，然后在闲鱼上搜到你们 B 站的账号，然后在 B 站账号的评论里面翻到微信号，特别。因为我们以前一直没组，因为我们不是西安人。哦。然后。我们南京的，然后我们那儿没有这种山，我们那一个，我们那最高的山500米感觉。那但我看浙江那边好像玩这个还挺多的。那浙江山不是那个，你比如说你在西安，你可能会往榜。是有，比如说那个机库就要做很长时间。但是很期待。那应该是可能，那是景区嘛。因为我看好，哎呀妈，还生意最好的一天。哎，你今天生意好，高兴不？撒吗？哈哈哈哈哈！别蒸汤吧，米饭还是蒸汤？米露出来的就不好说了。我碗就宽了。我有那个，有那个没带。就他本身自带的。那边的那俩叔已经开始吃鸡了。对对。他们把鸡抛开那样子慢慢弄，咋都熟了。对。肯定。我刚刚已经处理掉了，这不是刚才吗？2点半。好，不冷啊？冷吗？啊，不冷。开车好像没多远。堵上了肯定亏。没有任何人计时，我记得七点半。现在开始吧，八点。闻着味儿来吗？7点半，7点半。闻闻啥闻不着？泥封着了。水开不了。洗澡去。这个是不是有点？让他续点柴。这个眼睛都睁不。我觉得不用续了，说不定已经烤焦了。焦不至于，拿锡纸包了3层的。那也会焦，跟锡纸没关系。再不行拿下去。等会我们烤吧。过时，那都是过来找我谈判的吧？会会撒尿，说明这是你的地盘，说不定那小黑也吃了。过时。我操，咱们这边买水晶，对不对？这是个水晶管道。哎呦我操，牛逼！现在这个鸡是一个谜团，哎呀，有人说烧焦的，我拿过去了，熟，肯定熟了，这么长时间了，这温度其实挺高的。嗯，炭火鸡嘛，嗯，山泉水真好喝。其实可能还飘进点炭灰。不用老板就在那里边傻了。我操！我去！哦，把铲子直接顺势往地上一磕，是不是？哟，我看到了，回不回？看多少人呢？哈，小心点啊！先把你要帮忙跟我说，先把泥掰掉。你要是找吸电了，我给你找着。这不是个棍吗？吸光死我不认识。先把泥掰掉。不管了，你不管了。应该放锅里，把水倒掉。不，那我还把。我都不知道我几点下去。真的好香，我做成功了。阿超的鸡，我们来做成功了。好像焦了，不知道。都挺。哎呀，不错不错，有意思有意思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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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！我操，牛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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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操！我操！成了！牛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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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锡纸还，锡纸包着，锡纸包拿过去吃吧。咱们桌子里嘛。喂，你是咋的？放杠上，别抱我，别抱我。啊！锡金大地图，我操！我去。哇！这熟了没？算熟了吧。行。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厨师辛苦了。厨师先尝尝味儿咋样？还加盐不？光光看厨师这刚刚好是吧？嗯，看这个，这皮不错。来一个，尝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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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逼牛逼！逼！你别吃，我真吃不下了。吃不下。尝味儿，尝味儿，尝味儿。我先倒四点，我再给我们四点。对比一下，对比一下，我好像有点姜味儿了。谁调的吗？烤丁是怎么粘下去的呀？粘到丁。嗯，哎，这鸡凉了，快吃，凉了就吃就倒底算了，倒底算了。放放
你那里头是有个床，听说？对对对对对。是个啥床、啊？你要进来访问吗？我看一眼，看一眼算了。那我要穿下裤子。你没穿，算了，白天再看吧。行，明天白天我刚好可以拿出来收的时候给你看一下。是啥架子床吗？就贴耳，这块你大概看，就牛逼，这里面竟然是一个架子床。可以，这是我见过最高级的了。明天我拆它的时候，可以拿出来，刚好开一下。你说你这有意思吗？我现在热得很，你知道不？好。嗯。让我想一想，我的东西还掉，我把推袋打开，让它有。这边看电影，怎么来的？有意思，真有点意思。这边看看。啊。这个应该是我的。没有啊。你给你开车。我来取袋上看看。不是，但我确实扛冷。你这炉子缺个挡风的。没挡风，就是没挡风。哎呀，关键是你要会下手。我跟你说啊，我玩过，下不了手。我认为我活到现在，直接把心一晚上过去，就听见那狼嗷一声，把它剪进去。哎呀，太重了。要不然这小树枝这碳子击到啥？来来，你风叫啥？叫沙纸。下雨了。我让鱼雷哥说抬到营地去。带钉子，架子会滑。好了，把我那炉子一架，就开始在厨房烤。这么大，你是那个开水温度就是70-80度，所以哎呀烧不开啊。它只我能听得提醒的。妈呀，我给玩坏了，还冷，看到没？那个录音带外地人还可以品尝一下特产。就全拿走，你把这在哪放了？他那一堆垃圾。哎，你们坐在附近的可以直接拿着小杯子，要不然太白酒。白酒可以，把那个放远一点。白酒这样装。帐篷里的床，你要说人这个帐篷，我觉得应该是最好的，因为这个特别麻烦。这个帐篷这带着麻烦不？这个不麻烦，这个一拆就是一个小零件，也就是一个睡袋吧。这个、正好你把这一拆是吧？对。他那个，这个要稍微胖点，两个圈是不是就裂了？哎，那倒不会，也有载重的嘛。对。好着了，也不疼也不痒。这样就拆就 OK 了。我现在想把房子比好的房子有点贵。热不？好。昨天晚上大风。这样。这重量是吧？它其实就塑料比这个杆儿那还沉。可以，我操，这重量你。这能过吗？没在掉的有点高了，不是觉得应该很好吃。人家那个包泥就不一样，但是有点剩下咱咬不下来，不咬不下来。你卷三张，我操！你别怕，有啥疼？哎呀，反正我烤出来很可能外头。爸，这都烤成这样都没熟。熟了，绝对熟了。刀够不快，蛋黄吗？趁呀趁呀，你不趁呀？整鸡蛋啊！我骗了。皮，如果用那个炭火烤，慢慢烤成酥皮的那种。我骗了。卷个饼。那估计，好，找个逼刀柜。不想太多，挺厉害。听到一个名词叫什么？什么大马格刀？大马士革。大马士革就是多层钢复合，然后酸液泡就行。就那刀挺好的是吗？不好，也不用买单一钢，反正也好看着，就是好看，来，不好用。